念念成形，这两个念很有意思，你是多念的，不是单纯一念的，一念恐怕里头还没有啊。啊，一念有形，有形你看不见。啊，念念成形呢，我们就看见了，许许多多念堆积在一起。啊，那个连续的波动的现象，让我们看见了。中国古人说了两句话，如果用这两句话来形容自信，也十分恰当。那就是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啊，这两句话非常有意义啊，用在自信上啊，非常恰当。现代的科学讲到量子啊，量子是有一群叫量子群。啊，不是单一的量子群，是许许多多小光子组成的。啊，那么这是不是大乘经里面呢佛所说的一乘？很难讲，看科学还如果再进步啊，发现量子也是有许许多多这个小小东西组成的啊，那它就不是最小的了啊，现在它是最小的啊。那么这最小的一粒微尘能够含容遍法界虚空间啊，整个这个大的世界在这个小的里面啊，绝对不是说借兹那须弥啊，这是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啊，这些老和尚常常告诉我们佛经上讲的啊，借兹是芥菜籽，芥菜籽就很大了，芥菜籽里面可以容纳须弥山。我们那时候听到啊，真叫丈二和尚摸不到头啊！芥菜籽里面怎么能装须弥山？啊，须弥山没缩小，芥菜籽没放大啊，怎么能装须弥山？那么今天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的这个现象，比那个微妙太多了。啊，是一尘，这个尘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啊，非常非常小，啊，那么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，啊，微尘不是最小的，在佛经上说一尘呢，不是阿罗汉所看到的，阿罗汉看不到。微尘还有更小的啊，这个我们在经上常常读到的叫色聚即微，是微尘的七分之一啊，那更小了，阿罗汉看不到。色聚即微也不是最小的，还能分，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即微之微啊，一般大乘经里面呢就说这是最小的，这个不能再分了啊，应该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尘，是指这个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菩萨出胎经里面，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好像就更细了
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32亿百千念，念念成形，形界有时。啊，这应该是一念呢，是一个微尘。啊，而这个微尘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。虽然短暂，这个尘相里头有时。尘是物质现象，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啊，是物质。啊，是精神现象。啊，从阿赖耶上来讲呢，就是受想行识，我们常常讲五蕴。啊，那严格的讲，五蕴是物质的基本。一微尘呢，就居住了五蕴。行是色蕴，啊，这个行它有四种现象，就是地水火风，啊，它不是四分，它是这一微尘有四种现象，叫四大。啊，第一个呢，它确实是物质，你能够看到它。啊，绝不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，天眼也看不到。啊，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到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呢？拔地的时候才看到。啊，拔地菩萨的天眼，啊，能够看到这个宇宙的缘起，就是能看到阿赖耶，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啊，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这三细相的升起，好像是同时，因为它太快了。你看，一弹指。320兆分之1，这时间我们无法想象啊！啊，它这个短暂的，我们没有这个概念，啊，太快了！啊，古人形容说“石火电光”啊，那还很长的时间呢。啊，石火是从前。取火啊，用石头，用铁片，啊，这个我们小时候还用过，在抗战期间，啊，乡下的时候还用这种方法取火，啊，电光是闪电，啊，都是讲短暂，它这个比石火电光短暂的太多太多了，简直不能比呀。啊，那么在自性里面是见闻觉知，啊，这个就是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见闻觉知是德，是属于德相。啊，这就是精神现象。啊，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都不现行，在真性里面，真性里头没有这些东西。啊，可是欲缘的时候，它能生。啊，真性没有，它怎么会能生？我们还用佛这个大海的比喻。啊，海里面讲水跟浪，
啊，水里头有没有浪？我们看到小湖啊，在没有风的时候，你看湖水很干净啊，水没有波啊，微波都没有，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把岸边的这些风光全部都照映在其中。没浪啊，可是它一遇到风啊，它就有浪了啊，它有先微微的波啊，大的波呢就叫浪啊。浪现在我们把它分出来，有小浪，有中浪，有大浪。啊，他真的没有啊！哎，遇到语言就有自信，确实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。可是遇到语言，他就起来了。那么这些林林总总所有的现象，现在量子力学家教跟我们讲。哎，这些物质啊，就是那个念头堆积起来的啊，念及这个念头堆积起来，一个连续的幻想啊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都没有啊。那么这也就像这个。早一点的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能量跟物质可以互相转变。啊，能量变成了物质，物质可以回归到能量。啊，好像原子弹也是根据这个理论呢发明出来的。啊，是把物质回归给能量。能量怎么样变成物质，科学家现在还没有办法做不到。啊，但是在佛法里面做到了。啊，你看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啊，这叫念头啊，念念成形，这两个念很有意思啊，你是多念的，不是单纯一念的，一念恐怕里头还没有啊。啊，一念有形，有形你看不见。啊，念念成形呢，我们就看见了，许许多多念堆积在一起。啊，那个连续的波动的现象，让我们看见了。啊，一个看不见，堆起来就看见了。啊，像我们人生现在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啊，人生是细胞组成的，那细胞是分子组成的，分子是电子啊原子组成的啊，到最后分析也会分析到最后就是小光子啊，分析到量子去了组成的。那不但量子我们见不到，原子也见不到啊，分子也见不到，但它帮到细胞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啊，我们肉眼能看见了啊，能看到一个人身，能看到一切万物，它全是这些东西组成
啊，组成的这些物质现象都不一样。啊，形状、大小、无量无边。啊，这什么回事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是这一些现象里头，它的振动的频率不一样。如果振动频率是一样的，那就是一种物质。啊，换成另一种的时候，振动频率不一样，就是石头。跟树木不一样，啊，树木跟动物又不一样，啊，这是振频不相同，那产生这许多的差异，啊，弥陀佛，啊，弥。陀佛，阿弥陀佛。